三明，这片钟灵毓秀、得天独厚的热土，像一部落满岁月尘埃的巨著，沉淀着厚重的文化自然遗存。万寿岩遗址的发现，把福建古人类活动的历史追溯到20万年前，遗址延续时间长，洞穴形态及周围历史环境信息保存完好，是研究早期人类在中国东南地区演化历史的重要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其中，船帆洞内120平方米的距今4万年前的人工石铺地面遗迹，为全国首次发现，世界罕见。万寿岩遗址是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是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福建省唯一一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九龙湖畔狐狸洞内发现的清流人化石，是福建省第一个经考古发掘有明确地点和明确地层的古人类化石地点，也是我国东南沿海一带一路重要的考古发现，是闽台同根同祖的实证。明溪南山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发现的古人类遗骸特征与台湾发现的亮岛人有很多相似之处，年代距今约5800到3500年，是全国出土最多碳化稻谷的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江乐岩子洞遗址是一处旷野和洞穴相结合的史前聚落遗址，为研究闽西北山地古人类的种群、聚落形态、生业方式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这些遗址的考古发现，一次又一次刷新人们对闽西北地区古人类生存智慧的认识，共同印证了闽台史前文化的交流和渊源关系。宋元时期，三明经济文化繁荣，陶瓷业兴盛，出现了如中村窑、江乐窑、晋宁兰溪窑等大批窑厂，产出了许多令人赞赏不已的陶瓷精品，是福建古代陶瓷外销的重要产地。三明土堡建筑宏伟，依山就势，布局巧妙，如一颗颗璀璨明珠散落三明大地，其功能与空间布局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思想，又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完美融合，是福建乡土建筑史上的珍宝，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闽学四贤的宋代理学大师杨时、罗从彦、李桐和朱熹，他们的成长及其思想性格形成也得益于闽西北文化的滋养和培育。三明人重视耕读传家，才俊辈出，群星璀璨。泰宁古城素有汉唐古镇、两宋名城之美誉，曾有隔河两状元、一门四进士，一向九举人之盛况。位于古城的尚书地建筑群，是目前我国江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明代民居建筑，整体建筑规模宏大，端庄典雅，布局严谨，工艺精良，既借鉴了京城官府建筑的辉煌气势，又柔合本地府地式建筑的元素，形成了泰宁特有的建筑格局。三明自然遗产资源亦十分丰富，世界自然遗产泰宁金湖集中了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的主要地质景观，
有百里湖山林冠天下之美誉，大金湖水上丹霞是世界上发育最完整、种类最齐全、景观最丰富且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丹霞地貌。寨下大峡谷由四条峡谷首尾相连而成，好似一条金色长龙，群卧在群山之中，堪称丹霞洞穴博物馆和丹霞峡谷大观园，联合国专家称之为世界地质公园样板景区。上清溪蜿蜒于世石翠峰之间，号称99区88滩，在这样的丹山碧水中回转，恍若行入人间仙境。位列中国四大名洞的玉华洞，因洞内岩石光洁如玉，华光四射而得名。全洞总长于5公里，主洞2公里，是福建最长最大的石灰岩溶洞，曾被徐霞客赞曰炫巧珍奇，遍布幽傲，透露出层层有霄玉彩云之态。厚重的历史积淀，悠远的客家文明，深远的秘学底蕴，经典的适宜山水，共同凝聚成了源远流长、得天独厚的魅力三明。